你们做得很好，回来吧。我们回来了，火神大人救了我们。但是火神不在这里啊，而且对啊，他明明说他已经耗尽了力量。他还在化石处，是用精神进入了夜神之国。精神就能做到这种程度？既然有力量，必定有代价。很不舒服吧，卡奇娜？马上就没事了，我们赶紧回圣火竞技场去吧。出发之前，火神大人说会为我们安排医生。嗯，你们最好都检查一遍，不要留下隐患。我好像没什么感觉，你呢？也是啊，你好像根本不害怕深渊力量这种东西。我们快走吧，除了治疗，在夜神之国获得的信息也需要分享。对啊，大灵提到的火神的计划，那个到底是什么？由他来告诉你们吧。现在我们都是计划的一员了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关联着纳塔的命运。